锵锵三人行，今天咱们这个还是香港的风流才子马家辉啊，和我们这个隆重请出的咱们香港最性感的玄学家麦玲玲，全地球最性感，全地球最性感的玄学家，真的听说很多明星这个孩子都是他生的。那个孩子都问了他才生的，就是因为麦师傅讲一句话，他们就赶快忙了一个晚上就生了。对对对，所以麦师傅今天我们要好好请教请教了。那个昨天呢，我们讲的是十二生肖整个运程怎么样，说得我很高兴，属羊的不错啊。但是现在我们要讲一个更关键的问题，也是马博士最关心的问题。对。命犯桃花啊，不是太岁的问题。哎，桃花怎么样？我听说今年他们都说是寡妇年呢。哦，是没有立春，没有立春就是我们中国人说的满年，满年了。忙啊，瞎掉了，瞎啊，满年，瞎了，满年，哈哈，没有立春，没有立春。实际照麦师傅的看法，从2月4号。从立春开始已经进了虎年了、啊、对了、啊、为什么今年没有立春呢？就是立春以后我们才过年嘛，立春以后才是年初一、但是今年年尾的时候呢，也很快过年了、明年的立春还没到的时候已经是年三十了、所以就有年初一到年三十晚也没有立春，就是我们说的寡妇年、那对桃花绝户年寡妇年，那对桃花有什么影响呢？什么叫寡妇年？以前因为女人嫁不出去吗？以前我们最喜欢结婚的年份是乡村建那个闰月，闰年头有一个立春，年尾的时候有一个立春，就是乡村乡村的时候呢，有两个立春的年份呢是比较结婚嫁的年份比较好，也是以前是那个农业的社会的时候呢，农作物的收成比较好，就是收成好、就是其实在现在来说就是经济比较好的年份，所以今年应该是经济不好的年份、今年是经济不好的年份，对，一般来说满年还经济不好的年份、所以就解释了为什么今年特别容易有桃花劫嘛，经济不好，大家钱不够了就想办法那个骗个钱了。没错，现在是骗子多了，傻子没钱够用了。但是一般来说，没有立春的年份，其实有些人是可以在只是年份结婚的，就是他过了应该结婚的年份还没有结婚，就是可能女孩子30多岁了还没结婚，就应该只是年份结婚。男孩子也是，可能30多、40多岁也没结婚，也是。就是说，我们讲的剩男剩女，其实虎年可以结婚。你知道什么叫剩男剩女吗？就最后剩下的嘛。这是个反动词汇啊！我觉得那所以那是剩男剩女啊，加倍的悲哀。本身就已经嫁不出去，或者说娶不到了，然后你又说今年应该去结婚，他也想啊，他每年都想结婚啊，就是嫁不出去嘛啊，所以就碰到这种黄金机会也没有，就不要选了。那你这个从这个子鼠丑牛给我们讲一讲这十二这个生肖啊，他们桃花运怎么样？没个不同啊，我们老虎今年是本命年嘛，本命年内部来说呢，感情呢就多一点争吵，不太好。犯太岁呢，其实生肖也是比较多争吵的，比较多争吵。对，那接下来鼠呢？老鼠呢，就由于没有知心今年，所以呢，今年的感觉是很孤单的。老鼠很孤单。对。牛呢？牛就不错了，红鸾是个桃花星嘛，也是个桃花星，所以今年可以结婚。没结了婚以后呢，就容易有三角关系了。结了婚有三角关系。羊怎么样？羊怎么没关系？羊今年桃花怎么样？桃花不错。今年桃花真的，而且今年有起色嘛，我们说天起是起色，今年可以天丁，可以那个天丁哈，生一堆。可是这样啊，所谓好跟不好啊，这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解释嘛，不同的理解。以前天丁是好的嘛，对，现在突然你说文昭鼠羊好交代，天的丁怎么办？对，好羊还往下数乱，兔子很好了，兔子土很多嘛，今年。从来没擦过，没擦过，没。今年特别好，是这样。对，但是女孩子比男孩子更好，因为今年有太阳，太阳是个男生的贵人生，所以今年遇到的男孩子的背景不错，而且经济环境不错，可以帮到自己的。
哦，属兔的女人就好了。好了，属兔的女的比男的好。对，虎年是吗？男的容易有那个桃花破财嘛。哎，对这个，你们说这个桃花，这桃花到底是好的还是不好？这桃花，比如说增进夫妻感情的呢，还是说他跟婚外的一个人感情更好呢？在我们玄学来说呢，桃花有五种的，桃花带贵。贵气的贵，贵气的贵，桃花带富，富，富贵嘛，桃花带劫，劫，桃花劫嘛，桃花劫这是不好的，带啥，带血，带血的，对对，流血的血，对，也是不好的，所以只有两个好，三个不好，但是桃花也是人缘，所以呢，当那个电视的做明星的一定要桃花，没有桃花就没有人缘，就红不起来了。桃花不一定是男女关系，这是人质的关系，人缘好，人际关系好，对，你得人喜欢嘛，多人喜欢你，那就比方说观众缘也是一个桃花，好，观众也是。你看你是明星，你看他红的时候呢，他自己亮的，眼睛也亮的，这是那是桃花了，眼睛亮亮的。不红的时候眼睛都黑了，不可以了，不红的时候人家。人家就没有怎么 bright 了，你看到他眼睛没有闲了。哎，那你敢跟我们说说什么明星找你看过哪个明星今年桃花好啊？很多明星一般来说桃花是不错的，很多都。今年哪个明星尤其好啊？今年有些名字是可能是可以结婚的，就是叫啊猴的，叫好豪啊。名字也不好，那个豪啊，豪啊，豪华的豪，豪华的豪，豪字，今年名字里面有个豪字的，容易结婚。豪华的豪，因为豪字里面有那个豚字嘛，好像个猪字个字，上面有日本字的猪人亥合，今年就合了就结婚，机会比较高。哎呦，哪个明星名字里带这个豪字？香港有一位陈豪嘛，对，机会高了他。哎，那假如按照同样的逻辑，我今年想结婚，我改名可以吗？可以了，有帮助吗？没有的。我叫马家豪不行是吧？景荣也不可以，改名字也不可以。改名就相当于再婚改嫁嘛。哎，刚才说到哪儿了？是兔，兔后面是什么？兔后面是龙。啊，龙今年呢就比较君主之子的失业，所以感情就没有什么大的进步，这停留了。一样原地踏步。桃花龙后边呢？邪水邪邪邪就是邪蛇。蛇怎么样？蛇的男孩子比较好，因为有太阴，太阴主星是女生的贵人星，女贵人心，所以今年呢，男孩子的女人的照顾，但是认识的女孩子可能是年纪比较大的。哦，姐弟恋。姐弟恋。姐弟恋。现在蛮流行的。哦，蛇男会找姐姐。啊，对了。那女的要照顾弟弟。女的今年就。美女蛇呢？女孩子今年的关系就不太好。官司官司不太官还官、哦、他的官司关系男女的关系不太好，男女关系不太好、哦、这是蛇。因为今年呢，那个说生肖，那个生肖跟那个说老虎是有一点破坏山破坏的关系、哦、对。马呢？马也不错啊、马是这个慢慢向好的心，桃花慢慢向会、啊、对会桃花慢慢发展的不错。哎，那年初不好，开始追女生，追到年底就有了啊，就是这个意思、啊。哎，那比如说已经有老公的，就好像你啊，已经有老公的，因爱感情好。感情好，当然你把自己说的。对，我发现呢，是那个流年运情呢。其实买的人呢，我访问过他们，他们有时候看了以后，如果你写的真的太差呢，他们一年也不开心的。所以我觉得应该鼓励一下，就是很差也应该圆卷一点。婉转一点哈，因为他每年看哇这样，但是每年记住就不开心，他去。明年就不买你了。这个风水师我喜欢，他说实话。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这个也挺有意思啊，你说这个十二生肖它覆盖了这个全国人民呢、啊、是吗？这个都逃不过去。像麦玲玲昨天就讲嘛，香港政府的调查，每年香港60万市民犯太岁，很严重的问题、啊、每个人都关注啊，每个人关注。刚才说所以不能漏掉嘛，还有什么鸡狗猪，他们的桃花运怎么样？鸡呢，因为今年有几位龙的这星也是一般来说是不错，但是有个星是不败，就是东方不败的不败是不败，
抱哦抱拜抱拜，叫突然的，对是就是用在那个感情上，就是忽冷忽难发也。忽冷忽热，一会儿冷一会儿热啊，这是鸡的特点。啊、对了，那狗好坏不定就对了。对了啊啊、嗯，狗就不太好，因为狗有那个娃盖子，这娃盖子是才娃的性质，可是这有点孤独、啊、孤独的，你孤芳自赏。孤芳自赏，对，桃花不会好。嗯，所以今年就没有桃花，最没有桃花的是狗了。哎呀，零桃花。其实我觉得这也省事啊。知道了以后，今年就不要再在这方面动心思，专心做工作。啊，对了，这不是有这话说回来，刚师傅说零桃花，他可能做的今年做的、哎、比我那个做的工作了，比我桃花破财好吗？我是富桃花嘛，是我宁可要零桃花的。哎，没有的话，猪呢？猪今年怎么样？猪今年有那个岁合性，岁合哦，岁的岁合哈，合呢一般来说是桃花比较多，有很多人叫你合桌，有很多生的三四的朋友。我听说猪啊，说是今年适合谈情说爱，说是如果是这个准备结婚的，今年可以结婚，可以是吗？对，但是今年如果新开始的感情呢，就不太，就是可能是我们说的比较假的桃花。不是真实的哈，比较短暂的，比较短的桃花，这是镜花水月，镜花镜中月水中花啊，那就玩一圈就完了啊。那我你最好了，最好是不是我说那我明白，我听明白了。所以说，假如今年啊有个猪，然后配这个羊，那就干柴烈火。羊也是桃花旺嘛，啊、哦，羊也是旺。然后刚才说猪也是嘛，啊、哦，所以就可以好好玩一下，是这个一场假桃花，是这个意思是吧？哎，我还听说一种啊，麦师傅就是讲啊，像有些女性总是会问，说为什么追我的男的总是有老婆的，对吧？嗯、后来我听说风水里边有一个词儿叫桃花红艳煞，嗯，是不是有这么一说？红艳煞是个不太好的心，这个心思代表女孩子漂亮还是漂亮，但是命它不太好。桃花不太好啊、也是我们以前看跟现在有点不同。以前呢，我们说有些命格是不可以当那个别人的太太的嘛，可能是他是的什么叫二奶的命格哈，外遇啊。但是现在来说，二奶的命格可能是你身上已经结过一次婚了，离了婚了也可以的。哦，结过一次婚，离了婚，啊、你不是别人的第一个太太也可以的。哦，你算是，所以他都有的解。你比如猛一听，感觉二奶的命好像不好，嗯、可是实际上呢，就他只要结过一次二婚，就当二奶用了。对了，这随着时代不同来改变。时代不同了。所以师父，我觉得说很多观众啊，最关心是说，到底做什么可以把桃花弄旺起来？有一个说法嘛，是说过年的时候找一个有桃花的地方，比方说有三个圈，对，围着那个桃花树走三个圈，还要顺时针，是这样行吗？行不行？很多人告诉我是成的，嗯，我可哪些女孩子可能每年也走，就是有一年走到了，走了两百年。哎，我是听说呀，但是我觉得这是也是命中注定的。嗯、你有这人的命格桃花比较多，有些人真是很小很小，但是我觉得没有人是零的，所以你应该把握自己有桃花的年份。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你比如说我看到说有增进桃花，好像说我这个属羊的、嗯、说是方位在北方、嗯、摆一个什么白色的百合花、啊、还有说什么多穿这个蓝色的、啊、这个有道理吗？那一看你自己出生的日子，因为每个人不同，但是今年你的图画的位置是在西面，西面家中的西面，如果你摆放多一点鲜花是好的，但是一定要摆生鲜的花，不可以摆假花，假花只有假的桃花，假桃花、啊、对了、哦、在西边摆花这桃、啊、对了、哦、那这个我还是不明白啊。你比如说他是已婚的夫妻两个，他在西面摆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能不就不太好了，因为就不太好了，不太好了，因为桃花过多的时候也是不太好。除非你做那个要见人，要见人的工作，销售啊，名声啊，见客的工作，对，见工作，对，见客的工作，见客人的工作。对，他刚才讲的桃花也代表人缘，人缘，对，并不见得都是男女。但是如果你不闪，你的老公在桃花，你在这个位置放一点石头。石头是吧？石头或者石头放大的还是小的？大或小的石村，石村
小石头啊，小石子儿，对，小石头，对，哦，还有八个哈，八个要排出一个形状吗？那个桃花是属水的嘛、嗯，那个土可以把这个水控制下来。嗯，哦，所以桃花是说女人水性杨花嘛，是水、啊、水是桃花心，对，所以我们用石头，对了，把它镇住。好，这个马太太一定会要同样人缘会差一点的，我用了以后，啊、哦，所以有得有点麻烦嘛，对了，人缘本身也包含男女的人缘，没有这个很关键，要问清楚一下，是在家里的西方放八个石头，需不需要把那八个石头？弄排出一个字、啊、不用不用，排出一个死，说你敢碰你的死，是不是？不用是吧？不用，就随便放在那边压住就好了，是吧？对。哎呦，那要好好做做比较，家家户户西边都有一盆石头，是吗？那桃花以外浅呢？因为听说哈，过年的时候你刚也问了嘛哈，这家里某个方位放一些什么东西可以增进我们的财气？财位今年在家的中央，嗯，啊，所以中央放一些植物也是好的，嗯，植物水种的最好。啊，就家里的客厅的中央，水里边的植物。嗯哦，在家里面放水中的水中花、嗯、是吧、啊？对。然后在西边放八块石头。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看我这里还抄的有啊，什么太岁当头坐，无灾也有祸。啊，对。虎的这个感情波折比较大。嗯，还有说什么76年、88年的龙桃花旺，但是你要把握好分寸，以免影响婚姻家庭稳定。所以龙的朋友家居布置不用特别增强桃花运了。哎，还有的人说呀，就是现在很多不是三角四角吗？啊，如果说你这个女人想退出这个三角恋，就有人说在西南方向挂什么红色的画。或者是红色的挂毯，就能够帮助你退出这个。退出了自己退嘛，可以了。挂什么东西？啊，是啊，自己这样就行。他退不了啊，他有时候情。我也是真明白。很多客人想来问我，就是我离不了婚，我觉得是为什么离自己想离不离了，有什么离不了了？我自己有时候就明不明白。所以文涛，与其像你所说的什么叫西南方向挂的。你就下自己的意志力，对吗？你就不如换一个手机号码，让对方找不到你就了了嘛。其实是心结，我的有时候他们自己不想走，心里有心里对吧？自己不想走。哎，所以师傅哈，请教麦师傅，有人这样说哈，女玄学家哈比较占便宜，因为不，假如女的顾客哈有心里的事。想找人算一算问一问、嗯、当然就找女的嘛，比较放心嘛、啊、我们男人也是嘛，心里有很多挣扎矛盾，但是叫我去找个男的问、嗯、我觉得很奇怪了，就找你比较放心。但是我告诉你，一般男孩子是很小过来问那感情的问题的、嗯、如果过来问的时候他已经是很 desperate 的了、嗯、一般来说他是很大很大的问题才会过来，他们一般来说是问财运、嗯、女孩子在美国散来都是问感情的，问感情的，对、哎、那你觉得他们这个感情都是主要是些什么问题呢？都是老公找别人？对，一般来说如果结婚呢，一般来说这是老公可能他心中觉得他有别人，有时候他担心会不会分开，还没嫁的就很担心自己可不可以会不会嫁不去啊、这个你就给他能够算得出来啊，你告诉他什么时候可以有了，可能他人生都没有了，你再告诉他可能就没有了，你我还是老了一点，就专注自己的事业。专注自己的事业。那每次你这样跟他们讲，比方说你看出来啊，没有来讲，你一辈子没有的啊。好，那你讲他们的反应是这样，我觉得对他们来说，晴天霹雳嘛啊。还，但是一般来说3年后他会再过来找我的。啊，但是3年后，差不多3至5年后，他就告诉你，当然你刚说我没有了，现在我真的没有，但是我很努力的工作，现在有一点成就了。哦，这也是好的，我觉得。哎，对，买了房子了，自己。这不也就缺个男人了啊？更需要再来看。哎，有没有什么女人真的就是命苦啊？好像有的女人就是说觉得自己这个命啊一辈子就是男人对她也不忠啊，反正这总也没找个合适的，到最后还是孤独一个人，好像是有这种命的。我觉得命苦也不同的情况，
有些是每次可能恋爱的时候有三角关系，有些我们说的不好，可婚姻的不好，可能是三冲，三冲其实是有一点，有时候是生离，有时候是一个死别。生离死别，所以有时候我觉得有别人，你说有第三的，有三角关系也不一定不好的。这个三冲如果有三角关系，一般来说身体健康就没有大问题。嗯，有时候也是的。哦，三角关系互相冲冲一冲能冲好冲是吧？冲好冲得分开了，没其中一个身体不好还好。所以说你是相对的嘛，啊、你我们是可以看到三冲，但三冲为什么三冲呢？可能是争吵。可能是心理，可能是喜别，可能是有别人也有关系的啊、嗯哦、所以建议多冲一冲，所以你有时候看到你命格山冲，但是他没有第三节就有问题，可能的问题更大哦，没准伤害到了健康。对了，哦，那江湖传说哈、啊、说麦师傅通常看姻缘啊都有一个那个很重要的建议哈、啊，几乎每一个女顾客来找你，你都劝他们赶快分手。啊不，就是分手的事业。对，没。是吗？这传说对吗？不，有时候我就只不过跟他解决了一个心结。有时候开在心结。有时候我觉得女孩子就是她常常觉得我对你怎么好呢？为什么变了？对呀、啊，为什么呢？没有为什么的变就变了。你们俩犯冲。啊，有时候是。时间过了，我觉得有时候我觉得每个女孩子也有一点我们说的怨气的，很多时候那他们都去找麦师傅就听。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TCL 地球宣言。好的。